想走一走，谁是后怕到愿打也愿挨，天下无双。爱不爱拿起来往哪儿放，总有人敢做却不敢当。想一想舍命拼一场，靠的是智商还是心脏。算不清那多情，笑着轻打伤浪，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唱。弯不转的缘分，劝住你我不凶忙，碰到谁心花怒放。爱不爱能不能下葬赌啊，这婚姻维持不了三年，维持不了两年，我看维持不了一年，我看这个婚姻连今晚都维持不下去。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了爱情，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能，而且还可以活得很久很久。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哎，我要活下去。不过没有人还在乎你是活着的。实在很难，你是怎样选择的？有人要娶我吗？我因为这样，我只能选择职业妇女。Hello. Hi, Tom. It's me. How are you doing? Baby, I'm doing all right, but I haven't been sleeping well. Did you get the money yet? No.Not yet. I'm not hurried to do so. Give me some more time, okay? All right, then. Hurry up, okay? Hello. 你好，陈经理，这里有个情况。什么事啊？808的客人欠费两个星期了，高总希望您去处理一下。哦，可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应该客房部处理的吗？为什么要我去呢？高总的意思是想请这位客人出去，所以这就不是客房部的事情了。哦，这样啊。那你帮我通知客房部还有保安部派一些人陪我一起去。好的，没问题。有人吗？你再不开门，我们要进来了。对不起，我们进来了。
先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这家饭店的公关经理陈天书。你欠了我们饭店的房租已经很多天了，麻烦你在今天把那些欠的房租付清，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要采取行动了。Excuse me, sir. I'm the PR manager of this hotel. Please have your room fee settled toda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further action.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钱。原来你会讲普通话，那更好。请你把你欠的房租必须要在今天里面付清，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要把你交给警方。好吧，随便你啊，我没有钱。No money and I'm not going to move out. That's right, I'm not moving out. 好吧，现在距离退房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这已经是我们饭店最后的让步。谢谢你的合作。Hello? Yeah, baby, it's me. Where are you?是你哦，我等了很久了。I'm so tired of waiting, man. I've been waiting all day. When are you gonna come back? If not, I'm just gonna leave. Just give me some more time, okay? 我才来第一天，什么都不能说。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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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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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阿娇，阿娇，啊，有人来了，我要走了。我受不了了。I can't do this anymore. I'm so tired of this. When am I gonna go home? If you're not gonna go, I'm gonna come look for you. Okay? 不行不行，你等我，我一定会把事情解决的。等我，等我，等我。阿娇。哎，佳佳，你中午吃饭了没有啊？哦，啊，等一下，你不是又在这儿打几个长途电话吧？不是跟你说过很贵的吗？好吧，我们出去，我带你去买一张电话卡。知道了。啊，对不起，先生。您要上哪儿去啊？I'm gonna do a little shopping. 哦，对不起，先生，您不可以出去的。我们得向客房部申请。哦，谢谢。您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帮你买就是了。你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可以了。这个啊，坐一下啊。哎，坐。哎，好，谢谢。哎，喂，是客房部吗？对，808的客人出去了，他说要买点东西。什么？不能让他出去啊！哦，好的，知道了。我是陈天书，请讲。8楼的客人不见了，请你马上去处理一下。怎么会这样？我马上过来。怎么会这样子啊？啊，我不是叫你们看着他的吗？怎么会让他跑掉的呢？陈经理，我们是一直都在注意他的，我们就在他隔壁看活，可是还是让他给跑了。
我看到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出去，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去买点东西。嗯，他的东西还在这里，也许还会回来的吧。他要是决心要走，怎么会大包小包让你们看见？这件事你们要负责任，待会给我写个报告，再看上级怎么样处置你们。干活吧。哎，你看前面，好像蛮不错哦。阿娇，你看现在国内的衣服啊就是便宜啊，很漂亮啊，你看，哇，真的很便宜啊，我的朋友每一次过来都大包小包的买回去，他们剩下来的钱足够吃好几年的。这一次给你爸爸妈妈买一点好不好？啊，还有你弟弟也买一点。哎，你过来看这里，哇，随便看，可以随便看吗？啊，哎，这个这个不错啊，你看。我不想要。如果啊，你真的想送东西给我的话，那个，就直接送钱好了，好不好？什么话？送钱太没有人情味了吧？哦，这是我给你买东西，你回去看到东西呢，就好像看到我一样，这感觉就蛮不错的。小姐。还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可以在怀孕的时候穿比较好。乱讲，那些衣服很可爱的啊。对对对，有没有孩子都可以穿这个的，蛮不错的，蛮省钱的，蛮热的，要不要找个地方喝个咖啡好不好？你好，阿娇，这边来，来，快坐下来吧。需要点什么吗？稍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哎，你看，这个好像不会太胖的。我想去上厕所。啊，好吧，我带你去。啊，不用。你走吧，我自己去就好了。啊，对，不太方便。啊，那边。哎，小姐，我想问一下，我跟我这个朋友呢，好久没有碰面了，请问有没有这种旧情复燃的那种咖啡啊？有的。您好，新都宾馆，麻烦你转808号房。好的，请稍等。喂，对不起，电话没人接。哦，没人接哦，谢谢。但是有人说咖啡就可以，可以什么？我忘了，好像是对心脏还是对哪里有好的影响的。对，可以帮助消化。哦，真的？真的？找谁？住在这里那个人呢？他跑掉了。跑掉了？那他去哪里了？你是谁？808的客人已经跑掉了，他还欠我们两个星期的房费呢。快打电话给客房部，小姐，把808客人的资料发放给所有的部门，他欠了我们的房租，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不然对我们的饭店是……陈经理。刚才客房部的人说，有位小姐在找808的客人，她已经下楼来了。哎，
那个刚才找八零八客人的那个小姐，长得什么样呢？就是长头发，然后穿粉红色衣服，背粉红色包，蛮可爱的。别逼啊！请大家们注意，我是公关经理陈天舒，请注意有没有跟穿粉红色长头发的女孩子，她跟八零八的客人有关系。怎么这么快的不见人？你在那边看看，你在那边。对不起，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见刚才和我一块那个女生走过啊？没有啊，对不起啊，真没有啊。哎，有什么？没想到哎，整个厕所里面都找过了都没有啊！我找遍了没有。你知道他刚从美国回来，他人生路不熟的，你这样子把一个客人丢掉，你不觉得很内疚吗？对不起，真的没有找到。对不起，没用啊！你快去把他帮我找回来，0049，我投诉你。对的。先生，你还是尽快报警比较好哎。我当然知道了。我去找他，你太过分了，0049。快报警吧！哎，先生，你还没买单呢。你帮我买。你这么早就下班了？那八楼的客人怎么办？我已经交给保安部处理了。保安部？对。那你的工作呢？像这样的客人，你早就应该打到电话报警了。程天舒啊，程天舒，拜托你给我带点好运气行不行啊？你刚回来坐上这位，才几天就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看着办吧。找不着这个客人，这个月的工资、奖金全部给你扣光。这也不能全怪我啊。客房部接待这样的客人，三天不付房租就应该采取措施了吧？你说什么？我说客房部也要负责任。我说你说错了啊！你不要以为真有钱宠着你，我就一定要宠着你。关真有钱什么事？再找去吧。陈经理，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里，后来他从二楼跑掉了，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二楼的部门是厨房、美容厅还有商务中心，这些部门都不好找。哎，这样吧，你们多派几个人到摄像机监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这边啊、这里啊，这儿找一遍好吗？好的，可以，我们现在就去。阿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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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礼一直阿娇阿娇的，你不烦啊？他有没有回来？他不是跟你已经粘在一起吗？你问我。你怎么了？不行。妈。110啊。嗨，我报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阿娇，你到哪里去了吗？你没事吧？我一直在找你啊，你到哪里去了？我差点报警了。庄哥哥，什么事啊？我不在啊。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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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哭不要哭了啊。我好难过，怎么办呢？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什么事啊？你要知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抵抗力的，不要这样子啊！喂，你还真没有抵抗力哦，一刻不见如隔三秋。哎呦，哎，先不要这个样子啊！啊，不要哭，不要哭啊！庄稼营啊，我回来了啊啊啊！阿娇，我们先回到房里慢慢讲啊啊，慢慢讲，慢慢讲，啊、乖乖乖啊！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们天天在一起，黏在一起，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跟他的关系跟你没关系，反正我跟你也没什么约定啊。我们回去，回去。哎，结婚了你要去哪里？那么生气的样子。我约了朋友吃饭。哎，你怎么又约了朋友不吃饭？你不要理他，庄家莹建议私见你，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不要在意他，别生气，别生气。我就在意，我就在意，你要说什么都不在意，我就不叫结婚狂，可以了吗？我约朋友吃饭，够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没有，都是你搞的鬼啦！什么？对不起啦，我想你们可能弄错了。嗯，我会哭，是因为汤不见了。汤是谁啊？谁啊？是不是狗狗死了之后你再买一只狗或者是猫叫汤姆你把它带过来啊？汤姆不是猫也不是狗，汤姆是人，汤姆是我的男朋友。对不起啊，其实我来的第一天就很想告诉你了，可是我看你这么高兴，我说不出口。我理解的啦，就是因为你疼我嘛，所以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会过来找我帮忙，是不是？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大哥哥的。我这个当哥哥的，看到你有问题的话，我当然要去帮忙嘛。说说你们两个的事情吧，就是你和汤。其实啊，我们很小就认识了，可是我爸不喜欢他，说什么他家里没有钱啊，然后功课也不好。可是我真的很喜欢汤姆。你爸爸也是为你好嘛，你要体谅做父母的心情，他是怕你将来会吃苦。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只要有爱，物质的东西一点都不重要吗？听起来好感人啊，就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阿娇，真的没想到你原来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女孩，从这一刻开始我支持你，我帮你把汤姆找回来。好吧，哈妹，交给你吧。哎呀，娇哥哥，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对呀，你们过来之前不是已经有计划的吗？现在还问我怎么办？你跟我说什么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汤。是啊。你们欠饭店多少钱呢？2000块。还好啊。是啊。我先借给你。嗯。美金。没那么多。你知道2000块美金等于多少人民币？10000多啊！你们住了几天？你怎么花的？我们来了2个礼拜啊！啊，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那个，他买的这个耳环送给我，
还有，还买了这个手机。我跟你讲啊，这个手机真的很好用，你看，看这照片。哎，对对对，不错不错。那你们住哪家饭店？新都酒店。新都？结婚狂的饭店。结婚狂就是刚才跑出去的那个结婚狂。结婚狂，结婚狂就那个酒店的公关经理。哎，没事的，他这人很好，他很喜欢帮人的，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事啊。谁找我？天叔，是我，庄佳莹。找我什么事啊？你在哪儿呢？吃饭了没有啊？刚才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在哪里要你管呢？我现在在外面透透风，不知道多舒服。我告诉你啊，我约了好几个朋友要去吃饭呢，我现在还不知道要跟谁去吃饭呢。再说你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你没有什么不好啊。你还是回去陪你的阿娇妹妹聊天吧，不用管我了，再见。都是你啊，没事干嘛得罪人家。就是啊，那么不会说话，他一定是生气了，不知道他去哪里啊，还会不会去饭店？我已经跟他道歉了，现在我也跪他也拜他，你们不要打我了。哎，我惹不起，可是我躲得起，我回饭店加班，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庄哥哥，那烫怎么办？那我们再回饭店找一找吧，再找一次就好了。等一下，你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想，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觉得2000块太贵了，拜托你嘛，你先帮我垫一下嘛，我也一定还给你嘛。不是这个意思吗？你让我想一下嘛。不是这个意思，从以前到现在都这么小气，钱都不肯借给我，小气巴拉的。不是啦，没关系，他陪你去，我陪你去。哎，苏姐，你不是下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想要看看808那个客人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吗？还没。那你去忙吧。啊，好啊。哎，天叔啊，邱市长，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是啊，今天比较忙。你呢？你怎么又加班呢？你啊，高经理加班要碗面，我给他送去。哦，这样。哎，对了，晚饭吃过没有啊？还没耶。那等一会儿我给你弄点啊，就记在我账上。谢谢。哎，那我要赶快去换制服，不然高经理看到我又要骂我不穿制服了。嗯，那你先去，等会儿过来。好。天叔，看看啊，我给你做了个沙拉，还有三明治，哎，我还有一瓶好酒呢。今天呢，咱们两个好好喝一杯。刘市长，你请我喝酒，你是不是有阴谋啊？哎，我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阴谋吗？哎，对了，再给你下一碗面。嗯，不用了，我这点就够了。哎，真的不用了，那我来帮你吧。
刘师长。那些食物呢？还有那瓶酒呢？哎，哪去了？我没有哎。是不是有人进来把它拿走了？有人进？会不会是牛姐跟高姐他们进来看见有食物把它拿走啊？糟糕了！要是给他们知道我来厨房偷吃，他们一定会骂我的。牛经理下班了，高经理也不会到这儿来。哎，厨房今天是我值班，没有别人的。那难道不会吧？厨师长。他偷吃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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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就是我们找了整天八零八的客人了。八零八客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啊！走！别看表，你放松，大侠，放轻松，放轻松。叉子放下，轻松，轻松。交给我，都交给我，不要打。You go with me. Okay, let's go.我就要跑！他对我很重要的，把酒还给我，还他！别喝了，拿来！不要！好，还他！拿酒，拿！好，喝完了没？喝完了！来，拿酒！等一下，他对我很重要的，我要带他走。好 ，You go with me, OK?吃饱了吗？吃饱。那好，我要问你问题。你说你是美国人，那你来上海做什么呢？没钱，为什么住我们饭店？我跟着我的女朋友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你说你是跟你女朋友从美国来上海找工作？那你女朋友呢？她去她找的她的朋友借钱。哦，那好吧，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吧。要是她借到钱， no, 就可以救你。都、no, no, no. 几号？我不想打给她。为什么 ？She did a lot already for me. She left the family for me. 你说你们是从美国私奔来到上海？对呀。为什么这样？他的爸爸妈妈不喜欢我们一起，我们以为来到上海，所以可以怎么都可以做。我们以为有爱，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But it's not true。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那你的朋友呢？你还有其他朋友吗？找他们啊。I got no friends here。我没朋友啊。我什么都没有。 I don't have money. I can't even support my girlfriend. I don't have anything here. 我记得你女朋友来找过你的，你给她打电话吧，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把你交给警方了。 You could call the cops, okay? But tell them to arrest me, but not my girlfrie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She just done so much for me. I love her too much. I want to stop all this. 你抓我好了。对不起了，我要通知保安部，把你交给警方。好的 ，Just don't get my girlfriend involved。你抓我好了 ，Don't get my girlfriend involved。I love it too much。可
可是如果你女朋友借到钱回来见不到你，爸会很伤心的。Just tell her I left. Tell her I'm gone already. Tell her go back to the States and be with her family and be happy. 你告诉她忘记我算了。Just forget about me. 对不起。哦。哎，金红狂，你果然在这儿啊！什么事啊？汤汤在哪里？不是，汤姆在哪里？哪个汤姆？我那是这个样子的，我在前台听到你的同事说，你们已经找到汤姆了，对不对？哪个汤姆？哎，金红狂，你快点，别再搞了，让他叫到我急死了。对对对，在哪里？在哪里？干嘛呀？姐姐，对不起，汤姆是我的男朋友，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认得你嘞，你是808的吗？原来，Late. It's not even about the money. You get the money this time, what about next time? You should just go home, man. Go back to the States. It's too late. Why you say so? Just forget it. So good.龙哥哥，我现在不能回家了，因为我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在一起。我如果回家的话，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们。嗯，This is Benjamin. Please hold on. Hold on. 你干嘛打给我爸啊？你回去吧，好可怜这个样在外头，你别这样闹了。可是就是他不让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要跑出来，你懂不懂啊？你回去吧，好不好？回家。Daddy， 对不起。离家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你不让我们在一起的话，我就再也不要回家了。我知道你已经退却了，如果你很想走的话你就走吧，我是不会走的。阿强，看到吧，我为什么不愿意对男人认真。现在的男人啊，由老到小没有一个敢负责任的。万二米，我同意。我发现我第一次跟你意见一致。你们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我想打人呢。别哭别哭，没事没事，再想办法。小伙，我其实一直都对阿娇很好的，可
是他一直都没有对我动心。可是你看，看他的眼泪是真的，他是真的对你好的，他没有骗你的。你看，为什么你要对他那么残酷呢？啊？说说话，说句话。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看他是吓坏了。吓坏？他胆子也不小了。私奔也会了，从美国跑到这儿，他确实够男人，只不过是个要不得的男人。他喜欢你的时候就追你，有麻烦的时候你问他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 I don't know。 还有没有别的了？还有没有？你给我起来！好了，庄元英，阿汤平吗？也曾经为阿娇做过一点什么呀？现在我要在你们面前，我要做一件事情。喂，元英啊，你干嘛打他了？他让你受苦，他让你哭啊！我帮你出气不好吗？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你不要管了啦。我只要你一句话，你要走还是要留？No, really don't know. 阿娇 ，I'll be back. 啊，无聊，我要睡我的觉了。我也去睡觉。哎，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不是阿娇在，我肯定会打你一顿的。可是阿娇在，我怕我打了你她会难过，所以你真走运呢。为什么我更孤单讲话，我觉得爱是一幅抽象画，回忆